微微呀，妈妈没什么能够给你的，只希望你以后平安快乐，做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好了。妈妈你放心，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我无论在哪里生活都会很快乐。妈妈，妈妈已经不在了，而我是来报仇的。没记错的话，今天似乎是开学的日子呢。萌萌，东西都带好了吧？有没有什么忘拿了的？你再好好想想。哎呀，爸，家离得这么近，忘了什么你就让人帮我送一下，或者我回来拿嘛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萌萌，快上车吧，让你爸把东西放好，咱们就出发了。爸爸。微微，你这是？爸爸，我没告诉你吗？我和萌萌上的是同一所大学呀。什么？就你？你能考上 A 的？怎么了？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萌萌，时间不早了，别迟到。微微啊，我们也没什么问题，你也快上车吧。微微啊，你阿姨说的对，快上车吧，爸爸送你们去学校。萌萌，妈妈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送你来这边读书的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，以后你的生活能过成什么样全都靠你自己的眼光了，知道吗？妈你就放心吧，我好歹也是豪门出身的千金，和那些费尽心思往上爬的土包子可不一样，我身份外貌摆在这里，就算我不主动也会有不少人追求我的。妈，你还不相信你女儿的眼光吗？这高等学府可不是相亲大会啊，我这同父异母的妹妹可真有趣。怎么人这么多？该死的，本小姐的裙子都要破了。你如果在这里丢了脸，我看你在学校里还怎么混。对不起，啊！你长不长眼睛啊？穿那么细的高跟，直接踩在我手上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手要是有问题，你就完了。萌萌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也不是这位小姐的错呀。你，啊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都是你搞的鬼。你现在装什么假好心？妹妹，你别这样，这不是在家里。你在家里可以随意打骂我，但是外面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对不起啊，我妹妹脾气不太好，也不是故意的，请你原谅她吧。你给我滚开，她踩伤了我，难道不应该赔偿吗？我哪里用得着道歉？你简直蛮横无理，对自己的亲姐姐都这样，何况是别人。我是踩了你，但我也给你道歉了，你二话不说就打我，我爸妈都没打过我，这一巴掌我现在就还给你。不要。这是哪个班的呀？他好凶啊，怎么打自己亲姐姐？跟泼妇没什么区别，真的是 A 大学生，